名，他叫做 Kelly。哦 ，Kelly 在哪里？有这个人吗 ？Kelly， 耶、yeah, ，哦，应该不是被那个人家被朋友报名的吗？是不小心被拱上台的。好、哦，这里我见多了。好、哦。嘿嘿，我今天还蛮紧张的，我的朋友帮我报名，然后我刚喝了点酒，所以其实我的声音可能今天会发抖。很高兴来到这边。我每次来台东这边玩，我住台中，然后每次来这边的时候啊，就一定要来铁花村听音乐。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表演，如果有那个唱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容，谢谢。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。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是爱我的。
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非常紧张。还要吗？韩哥，还有我等下我看一下。还有两首。没有开嗓，好，这个试试看。
带来这最后一首那个英文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?我确定一下我的 key, 我忘记了。Oh,